唐娜，唐娜。我沿着走廊缓慢前行，每靠近一个房间就贴到房门上去听听屋里的动静，然后轻轻地敲敲门，并小声地呼唤唐娜的名字。由于不确定我现在所在的层级，也不确定这里会不会有非常危险的实体，所以我现在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小心翼翼地搜寻唐娜的踪迹。大约30分钟以后，我探查了这一楼层中的所有房间，过程中我发现所有房间的门都是锁着的，我也听不到房间里面有任何的声音。我判断这一楼层应该没有人或者实体，唐娜似乎也并不在这一层，难道他躲起来了吗？话说过来，我根本就不清楚我刚才看到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唐娜。随后我在走廊的尽头发现了一部电梯和消防通道，通过墙上的数字我了解到我所在的楼层是8楼，可我明明从1楼大门进入的这座公寓啊。果然在后世中永远不能用常理来分析任何问题。思考了一下，我决定乘坐电梯去其他楼层继续寻找唐娜的踪迹。按下电梯的按钮后，看着显示屏上的数字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座公寓到底有多少层啊？在等待电梯到达的过程中，我拿出手机准备进入数据库中查看一下有没有关于这个层级的资料，但是这次我发现能搜索到的所有 WiFi 全都不再是开放式的网络。等了片刻后，电梯到达，开门后我刚要进去，却发现电梯里面满是黑色的锈迹，而且灯泡也在不停地闪烁。此时直觉告诉我，这部电梯不能坐。既然我所在的楼层不高，索性我还是走楼梯吧。来到楼梯间，我向上看了看，一眼看不到顶的楼梯间让我瞬间感觉双腿发软。爬楼这么痛苦的事，能避免就避免吧。于是我开始朝楼下走去。我相继探寻了这个公寓里的7到4层，这些楼层的构造和8楼几乎一样，同样的每个房间还是听不见任何声音，所有房间的门也都是锁着的。然后当我来到3层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一层的走廊竟然漆黑一片，这层的供电系统似乎出了一些问题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并没有在这一层停留。就在我走到1层的时候，我发现还有向下的楼梯，下面似乎还有一层。出于好奇，我再次向下走去，看着墙上的数字，这一层似乎是第0层。在确定这一层没有其他向下的楼梯以后，我顺着唯一的一个通道走了进去。出来后，我发现这里有一处明亮的大厅，大厅的中间有一个接待台。当我走过去的时候，我惊讶地发现接待台的里面竟然站着一个人，这个戴着面具的奇怪的人似乎是一个接待员，他正在低头摆弄他手里的平板电脑。对于我的出现，这个接待员似乎毫无反应。我尝试咳嗽几声来引起他的注意，然而他还是无动于衷，无论我和他说什么他都不再理我。无奈之下，我去了旁边的沙发坐了下来，掏出手机想看一下这个大厅有没有网络。幸运的是，大厅的这一层果然有一个开放的无线网络。我马上连接网络，开始翻阅起数据库中的内容。在经过一番查阅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当前场景的楼层介绍，这里应该就是 Level 13无线公寓了。关于这个层级，资料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公寓的大堂位于整个公寓的第0层，在那里会有一个前台，前台里面会有一个无面铃，这个无面铃不会对申请房间以外的事情做出任何反应。如果你进行了申请，你将会从这个实体收到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对应房间的门，这样你就在 Level 13中拥有了一个房间。关闭手机后，我看了下前台的那个接待，原来他是一个无面铃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起身又走了过去，然后对他说道，你好，我想申请一个房间可以吗？话音刚落，这个无面铃竟迅速地从抽屉中拿出一把钥匙放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拿过钥匙看了一下，上面写着10114。根据数据库上的记录，房间号的拆分方式是前2位为楼层，第3位为区域，后2位为房间号。因此我的房间就是10层1区14号房间。我将钥匙攥在手里，对接待员道谢了一声，便准备去我的房间看看。由于刚才在资料中看到 Level 13里的电梯有时会将你传送到其他的层级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决定还是走楼梯上去。在我没找到唐娜之前，我也不想过早地离开这个层级。随后在我走到第3层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一层还是没有来电，走廊中仍然是漆黑一片。就在我继续准备往楼上走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从走廊里面传了过来，紧接着在漆黑的走廊
深处